小宝，小宝，这鸡蛋怎么能不放油呢？万一你要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妈妈可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妈妈，我会，妈妈，你快点上床睡觉，要不然小宝生气了。好，妈妈肚子饿了，等吃完东西再上床睡觉，好不好？那你坐下吧。好，妈妈坐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是妈妈吃过最好吃的煎鸡蛋。快吃吧。妈妈，今天你不准去开车，一定要乖乖在家等小宝回来。妈妈今天不出车。妈妈，我去上学了。妈妈，我走了。妈妈，再见。再见。小宝，朱叔叔，宝，那个妈妈怎么样了？妈妈好多了，妈妈还吃过我煎的鸡蛋。小宝真乖，叔叔送你上学啊。谁啊？我不认识，是个警察，你快去吧。哟哟，警察，警察，你有什么事儿啊你？我赶快去了。好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拜拜。好。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啊？我有空，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我又闯什么祸了？你去黄明达的记者招待会了？去了。你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跟训小学生一样？记者到记者招待会有什么不对吗？我问你说什么了？你干什么啊？你知道安小秋为了这事儿差点自杀？安小秋自杀？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？没事了。我记得那天去，我没说什么，我也没提小秋，我只是说小宝，而且我没说名字。你还想怎么提啊？啊？那我找他去。你站住！你是不是嫌这事儿闹得还不够大？那我还能做什么？你什么也不用做，你也做不了。我在你眼里，是不是就是个大笨蛋？对不对？
多休息几天呢？嗯，休息差不多了。哎，小宝，没事吧？挺好的，孩子小，不太懂事儿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都忘了。你全好了？对了，这个表本来准备送给你们家去。哦，那我在这儿填就行了。对，就这儿填就行。那我进去填表。哎，那个你要是没事不那个给我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吧？走了。傻呆啊，快吃啊！我知道。傻啥了？没想什么。想心事了？说来听听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你有这个精神头，一会儿帮我分析分析这些啊。没有直播，重播也不错啊。哎，强哥，你为什么不敢面对呢？其实，我觉得淑萍这个人挺不错的。我是高晴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心方向盘。下出主意。这次的节目呢，由我代班主持，因为淑萍因病休假一周，让我替她向大家道歉。现在啊是一个暑期，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司机大哥、司机大姐们，在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。哎，耿队长，怎么今天到我们这儿来巡岗啊？啊，不是。哦，那就好，要不然的话，指不定谁的车又得倒霉了呢。啊，那个淑萍她怎么了？淑萍啊，病了呗。怎么突然就病了？哎，这生病还得事先预告啊。那你下次抄牌之前，是不是给我们一个预告啊？哦，开玩笑，别介意。嗯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想要知道淑萍的情况吗？怎么好像一点诚意都没？那我刚才问了，你又没回答。你急什么呀？我们这会儿要去吃饭呢，要不一块儿去啊？你请客哦。啊，没问题。那走吧。哎，算了吧，免了，还是我告诉你吧，你自个儿去问他。妈妈，以后小姨是不是跟我们一起住了？对啊。那姐姐呢？姐姐也一起来啊，以后要在我们这儿上学的。姐姐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上学呀？因为我们这儿的老师教的好呀。嗯。那叮当姐姐是不是没有爸爸了？嗯，那我要叮当姐姐跟我一块叫爸爸，这样叮当姐姐就不会难过了。
我叫爸爸给叮当姐姐买新衣服和新鞋子。小宝乖啊，你看外面天都这么黑了，赶快去洗个手睡觉吧，其他的活妈妈干好不好？老师说了，小孩子要帮爸爸妈妈干活才是好孩子。那好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干活喽！来，帮妈妈把这里边的盆拿到那边去啊。嗯，拿稳了啊。嗯。我知道，现在是妹妹最痛苦的日子，照顾好她和叮当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责任。就算是再苦再累，我也不会怕。小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可是妈妈想让你知道，你是妈妈的全部。等等妈妈吧，给妈妈一点时间，只要妈妈把债还完了，妈妈一定会多一些时间陪你的。视频啊，视频啊，视频开门，视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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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我刚才听到什么东西打碎了？杯子，杯子打碎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听说你病了，正好在这附近查岗，就顺便来看看你。顺便，我要出去买东西了。那我跟你去吧。你现在可是在工作啊？啊，我今天调休。调休还来查岗啊？得了什么病了？啊，心脏病？哎，你怎么会？你才心脏病呢，祝我死啊！那你心病，这儿不舒服。上次我的态度还生气呢？都是我笨，不怪你。我知道，这都是好心。好心有什么用啊？结果不是一样？是天底下第一号自以为是、自作聪明的大笨蛋。我做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连最起码怎么对你好我都不知道。至少你还来得及改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跟你一样，以为是帮助别人，可是他却不了解，结果怎么了？他喝多了，出了车祸。我一直不敢面对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提起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忘记。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？嗯。我们原本准备结婚了，可他的公司派他出国，他很为难。我不想耽误他的工作，所以就自说自话地取消了婚约。他误会了，他还以为，真的是太笨了。我怎么就不说清楚，商量好再？我以为这样都是为他着想。你终于能说出来了。我一直在等，等你能亲口告诉我。诗萍，其实我比不上你，我没有你的坦诚和勇气，我更没有学会
了解别人。现在还来得及。是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我学着互相了解，从头开始，好吗？姐，这下好多了吧？是啊，你这一拉帘啊，咱这成两居室了。一米二，米三。你看这俩孩子玩的多开心呢。你呀、啊、都不知道，小宝一听说你们要来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老早就把他的小桌子收拾好，说要给姐姐用呢。叮当也是，一路上啊就问我妹妹这啊妹妹那的。妈妈，你刚才是不是又说我坏话？啊，对啊，妈妈刚才说了你好多好多坏话，嗯，撅嘴了啊。那叫姐姐带你去玩吧，啊，听话。小姨，刚才妈妈说我什么了？小姨，你快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妈妈夸小宝懂事，知道心疼妈妈。去玩去吧。妈，你看，啊、这是小宝给我戴的头花，好不好看？我看。啊，好漂亮！去带妹妹玩吧，去。走。这孩子越大越调皮了，我就快拿他没辙了。机灵着呢。姐，孩子长这么大还这么听话，将来肯定心疼你呀、啊。凡事就想开点。哎，我这身体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一个挣钱的工作，还得你挣钱养我。我知道，你是怕爸妈还要照顾我。我呀，是怕爸妈太辛苦。不过呢，我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伟大，我是有私心的。我叫你来啊，是想让你帮我照顾小宝，然后我也有时间可以多赚点钱。姐，你这样太辛苦了。没事儿，姐身体好着呢。你看姐什么时候病过呀？啊，倒是你，只要你能够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也就算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了。好了好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还撒娇呢？啊、嗯，高兴点，干活吧。姐姐是个大花猫，小宝呀是个小花猫。哎呦，你是花猫，花猫。花猫，花猫，花猫！哎呀，我说你是个小花猫吧，还不信？哎呀，你也是花猫，反正你就是花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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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猫。妈妈，大姨，有，瞧瞧。妈妈，刚才姐姐说我是个小花猫。你们两个都是小花猫啊，别闹了，赶快进去吧，小姨把饭都弄好了啊，进去吃饭，剩下的妈妈弄。妈妈，剩下的让我们来洗吧。嗯，好，交给你们啊。嗯，去吧。妈妈再见。听小姨话啊。大姨再见。行车事故的月指标是零啊，年指标是七起，每发生一起这个责任事故呢，咱们这个责任单位扣五分。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说，这个事故一定要杜绝，平时稍微注意点啊，注意点休息，对吧？这酒后我知道大家肯定都不会了，就疲劳驾驶是咱们最有可能出现的，是不是？超过年指标数，没事吧？
超过这个年指标数啊，就是说超过七起，超过年指标数的每发生一起责任事故，按照事故的等级的两倍加分啊。哎，小秋，又忙着出车呢？哦，赚钱的机会有的是，别总这样，把身体都累坏了，哪有力气开车？我知道。真的，听听大家劝啊。哎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走了，同志。哎，小秋。对不起啊，队长，刚才那个。大家刚才都在说你太疲劳了，干咱们这行不能这样，你万一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啊？你不能再这么累下去了。我知道，没事的，我明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你不能今天就休息吗？今天不行，我没赚够钱呢。我到点了，一会儿还得接小宝呢，我先走了。行。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别忙了，孩子都睡了。睡了。小宝没闹你吧？没闹，小宝可乖了。小宝就和小大人似的，自己把自己的书包都给整理好了。孩子就是孩子，玩心太大。他作业呢？哦，在那儿呢。姐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这叮当一起完成了。两个都是孩子，保不齐有什么错呢。我都检查过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别放鸡蛋了，我不吃鸡蛋。你不吃鸡蛋？啊，那个天太晚了，我吃不下，弄点素面就行了。姐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？不吃就剩下。你从小就舍不得吃这，舍不得吃那，你不心疼你自己，我还要心疼我自己的亲姐姐呢。小秋，小秋，去哪儿？去什么哪儿啊？是你啊，吓我一跳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在公司调度室查过了，这个月你每天工作在17个小时以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队长，我那个……你就队什么长啊你？你嫌我啰嗦也好，你嫌我烦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必须回家。我不能回家。你把车钥匙给我。哎呀你不能拿我钥匙，拿我钥匙怎么赚钱啊？哎，师傅，汤面多不多？不去了，你找别的车吧。疯了，长途，他开玩笑的，上车。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就不听呢？我明白你什么意思，改天吧，要不明天啊，明天听你的，走了。哎，明天啊。
是谁啊？你找谁？安小秋呢？我姐她出车去了。出车？怕是害臊躲起来了吧？安小秋，给我出来！安小秋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姐她不在家。你姐？哼，倒是班上救兵来了啊！我不管这么多，你告诉她啊，趁早把她那辆破车从我们家名下转出去。我可没工夫天天伺候她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哟，哎，真是一路货色呀，还都挺能装的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你告诉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到时候过了时候，想要我还不给她呢。哼，神经病，疯子。是来说车的事儿的，啊！张庆东，把手续拿出来。能不能缓两天？你知道过户需要钱，我手头紧。你这是在和谁说话呢？连个称呼都没。张太太。哎呦，这变得还真快呢。张庆东，磨蹭什么呀？一个大男人的啊，拿几张破纸这么慢？还知道不好意思呢，这女人的脸皮都比男人厚了，登门上脸的。站住！这事情还没说完呢，你上哪儿去？站住！快给我出来啊！哎，你给他吧。怎么了？老熟人了还不好意思？到哪儿去啊？我这有些东西还没弄好。没什么呀，没事找事儿是吧？张太太，能不能缓我两天啊？得了，安小秋，别再装可怜了啊！你那些乱七八糟理由我一个都不想听，告诉我，看着我就腻歪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行了，明天车管所见。走，脖子酸死，给我捏捏。怎么回事？疲劳驾驶吧？我没有，我有点走神儿，刚才。停边上去。哦，耿队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疲劳驾驶，我就是有点走神儿。自己看看吧。什么？一个月内。开了将近20000公里，还要不要命了？行了，今天车就放在这儿，回去休息休息吧。不行啊，耿队，你不能让我把车停在这儿。钱有的是机会赚，命只有一条，你回去吧。耿队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能把车停在这儿。要是以前你是进来让我休息，我肯定就休息了。可是现在我的情况不允许，我等着还钱，我真的着急把钱还上。我如果还不上钱的话，我的车可能就保不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几年前跟朋友借了点钱，一直没还上，朋友现在着急用钱，说要上法庭，我就把车过到邻居的名下，可是现在人家不愿意替我做车主了，
我怕一旦上了法庭，我的车就保不住了，所以我现在我必须得抓紧时间，我得把钱还上，要不然我跟小宝没办法生活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，别让我把车扣着。安迪，保证一个充足的精力开车，也是对大家的尊重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你走吧，开车要小心啊。谢谢。千万注意啊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我了解的，迟到是你习惯之一嘛。我也了解，伶牙俐齿是你的传统美德。哟，你现在也不输给我嘛。我们走吧。明天我晚班，你就不用赶回来接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正好还有件事求你帮个忙。这次不怕我帮倒忙了？这次不会的。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我就有胆子了。说吧，你帮安有秋过辆车到你名下了。什么？过户？过什么车？你说清楚点。这说来话长了，我们走着说吧。不过说起来，你这是给我一个机会是吗？这个你要说清楚。哼，你心知肚明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你快点收拾，收拾好了再给妹妹收拾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小姨，我的作业快写好了。那就快点写，一会儿让姐姐给你检查啊。我自己检查了。嗯，一会儿妈妈回来要看的。嗯。妈，怎么了？说。我说了，你别打我。说。我把书本费给弄丢了。什么？全丢了？嗯。你这孩子怎么？这大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好不容易给你攒了这么多，说丢就丢了。姐姐，我有一道题不懂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哭啊！你怎么了，姐姐？行了，叮当，去给妹妹看看吧，我再想办法。别告诉你大姨啊。我知道了。小宝。嗯。记得一会儿妈妈回来，不许告给她姐姐哭过啊。嗯。去吧。姐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今天跑了两趟长途，路过超市给孩子买点东西，把它拿回来了。叮当呢？妈妈，刚才姐姐哭了，小姨骂的。小机灵鬼，就你知道啊！姐，没事，你也累了吧？你先歇会儿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帮我把这拿去。行。大宝，跟妈妈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姐姐的钱丢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，妈妈知道了，买的东西一会儿跟姐姐一块儿吃啊。嗯嗯，乖。姐，吃面吧。怎么又放鸡蛋呀？跟你说多少回不让你放鸡蛋呢？你呀，
就是舍不得吃一个鸡蛋。听到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呀？姐，你没日没夜的挣钱，那几百块钱来的不容易。你说这孩子，他说丢就丢了，丢多少？200。还行，不是特多。你小时候不也丢过妈的手表吗？妈也没像你这样骂他呀。来，200块钱，我跑两个长途就出来了，拿着。姐，我不能要你的钱了。抽风吧你！哎，得得得得得。哎，金大，不好意思了，在这儿啊，来拿着。哎，姐，大姨给你的啊。姐，你这干啥？我不能拿你的钱。我给孩子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拿着啊，听话，以后好好学习。大姨啊，指着你给小宝检查作业呢。嗯嗯，拿着吧，这个就当是你给我检查作业的奖励。就你懂。叮当，大姨挣钱不容易，这回不能再丢了。嗯，行了，都是孩子，没事。姐，赶紧吃饭吧，都凉了。啊，好，走，吃饭去。干嘛呀？我也要钱。你要钱干什么呀？你忘了，明天我要交学校订加餐的钱。小宝，明天跟老师说，加餐钱妈妈晚两天交，好不好？不，你答应我的。妈妈答应你啊，就两天，晚两天，好不好？不，听话。这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安姐，啊，坐。耿队说你想见我，什么事儿啊？安姐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嗨，都过去了，别说了。其实我只是有点气不过，想，可是我性子太急了。没想到给你的生活带来……书记长，我都说了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你就别记在心里了。我还以为你找我是什么事儿呢。我知道你是好意。嗯，安姐，你就叫我淑萍吧。其实我这次找你来，除了道歉之外，我听耿强说你的车，我想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帮忙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的。总想在受伤后学会坚强，平凡的人们都守着善良，总想在失望后抓住梦想，明天的我是否真能展翅飞翔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幸福的方向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通向天堂的光。总想在相遇时迎接希望，心底的角落我留着倔强，总想在分离时举着理想，明天的我是否真能地久天长。坚强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，那才是幸福的方向。
坚强，那才是通向天堂的光。坚强，坚强，我终于学会坚强。向天。